还是要不免俗的啦，要不要呛个声？来的，我们呛声归呛声，阿姆哥，我们还是爱与包容，有和平。OK， 来，跟他们讲个什么话来？我们中山大学 from 西子湾 NSYSU must 打爆你们！喂，李安妮，安妮，没关系，来，我们的文藻大学代表来。像一句，像一句，像一句。那个不知道我们文藻都出美女吗？你不知道吗？哇耶！啊，没事 ，OK。接下来紧接大家对抗赛，我来讲一下规则。对抗赛，我们总共有五 round， 然后五 round 结束之后。这个对抗赛是交由我们市长来帮我们做这个评审，那再麻烦我们的市长了，好不好 ？OK， 五 round 的时间，一人总共是有45秒，五 round 结束，就是我们在最后再来公布，好不好 ？OK， 废话不多说，中山 and 文藻对抗赛 ，DJ Shazabi。What's the stuff?
屁事哦。OK, 各位请留步。OK, 好了，感谢哦。再给我们这些选手一点掌声，好不好？辛苦辛苦辛苦，大家最后拼到最后了。OK, 接下来我们这个对抗赛要再劳烦我们这个市长来帮我们公布，要邀请我们市长来上我们的舞台，帮我们排成两排，好不好？两排两排，来这边这边这边，两排两排。市长帮我站中间，市长你牵着他们的手。市长决定了吗？市长有决定了哦。对，我忘记刚刚宣布一件事，这一场的比赛啊是有奖金的，好不好？是有奖金的，5000块奖金，5000块奖金。市长没关系，果断的给他决定 OK 了。这场对抗赛究竟是谁会拿下这一场的优势呢？是的 3, 2, 1 双赢。来，我们先颁奖嘛，先颁奖。市长那个他们 You just swing
紧接着，来，真的请我们这边选手休息。紧接着，我们要颁发刚刚冠亚军的选手。冠亚军的选手，好，请上台。那个，其实两队是真的表演非常好。那个中山跟文藻，听我讲一下。中山跟文藻，前领的。中山文藻，怎么那么现实？前领的就走了。没赛。我本来嘛，坦白讲哈，我刚刚一上台哈，中山就输一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人家说文藻出美女，对不对？那还有的比吗？对不对？对啊。但是专业的评分来看，两队实在是差不多了。Yeah. 假如有一队是冠军，有一队是亚军，例如说是文藻冠军，他中山亚军，那回去怎么面对同学呢？对不对？对啊。无缘见江东父老，对不对？对。所以哈，我这个。我们在做评分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你们未来美好的前程，不敢断算。两队真的都很厉害，真的都很厉害啊！这个不分轩轾，他非常的优秀啊！我们希望，明年还会来吗？会嘛！一定会哈！林亚飞，明年会来，会，明年要来啊！明年疫情都全部恢复正常的时候，我们再把国际的队伍来，好不好？好。所以回去还是要加紧练习的哈，培养更多我们优秀的选手。好，谢谢大家，谢谢。市长请留步，市长，我们还要颁来，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好，给市长看一下。OK， 今天林雅街头艺术节，最后冠军队伍究竟是哪一队呢？让我们市长帮我们宣布，市长对秋五二，恭喜我们还能回来。OK， 麻烦我们市长做个合照，好吧？冠军队伍帮我们合照。好，我们先颁奖。好，恭喜我的队友还没回 ，OK， 他回了，所以你们冠军了 ，OK， 好，接下来当我们的亚军。我们冠军的奖金是20,000块，亚军的奖金有10,000块。最后我们跟市长大合照一张，好不好？我们跟市长好，来准备1、2、3。帅吗 ？OK， 换个姿势，来，1、2、3。OK。我的朋友都来到林雅区了，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开不开心？就是一下，开心的话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各位，今天很开心看到市长来到这里，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与会的贵宾。首先就是介绍我们的麦麦市长，接下来还有我们的立法委员赵天麟。谢谢，还有呢，我们的市议员黄文义议员，欢迎。那么还有我们的里长主席黄俊奇主席，还有我们的调解委员会叶世茂主席，欢迎。阿哥我兰好社区协会所有的理事长们，感谢各位。那么。还有我们台湾电力南部发电厂的刘荣辉厂长，欢迎厂长，以及我们高雄关帝庙的黄富农主委，谢谢主委。现场还有看到我们的民政局严清志局长，以及新闻局董建宏局长，欢迎。阿哥我来辛苦的主办单位内的苦丁林雅区陈进德区长，区长辛苦了。
那我们隔壁好来区长给我们加油打气的旗津区的罗长安区长也在现场，欢迎，以及前进区的庄秀美区长哦。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社区协进会的理事长，那是我李淑定哦，以及我们现场有警会我们的大师哦，艺术大师，包括我们的郭金阳大师，谢谢，以及我们的插画家李锦伦，哇，他是纽约年度作家插画家奖的哦。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塑画家郑开祥，欢迎，以及0.5mm 谢敏瑶，欢迎几位艺术家。那还有现场有很多的市政顾问，已经吼，咱所有里头，已经是不是甲大家一起来起来吼？谢谢谢谢，非常的感谢，哇，真的很感动，这么多好朋友来，让我们现场贵宾真的很多，没有办法一一介绍。我们一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大家，好不好？谢谢。好，刚好还有我们王家里长哈，陈北里里长哈，不好意思。好，谢谢。我们看到郭建萌议员也到现场哎。哦，欢迎欢迎欢迎。啊，郭议员，谢谢您。OK， 好，那么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刚刚市长公布呢冠亚军哦的得主，那今天市长一定要来我们的林雅的街头艺术节哈，所以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麦麦市长，耶！会场，这也是我们2022高雄灯会的会前会。好，谢谢。黄富农主委、李副厂长啊，陈区长啊，黄俊奇主委、叶世茂主席啊，郭建萌议员啊，还有黄文英议员，还有巧佩啊，各位。里长哦，还有邱秀明里长哦，还有很多里长都今天都到现场啊，各位社区的好朋友啊，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刚刚来哦，我在想说哈，台湾灯会都还没有来，怎么那么热闹哦？啊，大家在这里都已经嗨翻了，我就不晓得说到明年的台湾灯会在这里的时候，这里会变成怎么样哦？从正义车站到我们卫云，尤其在卫云周遭，这个是我们台湾灯会的主灯区，所以这一次我们第六届的国际街头艺术节，啊，在我们邱里长还有我们陈区长啊，那么努力的经营哦，一年比一年还要好。我刚刚跟这个赵天麟立委哈，我们两个就在讨论，我说啊，真的很期待明年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啊。所以这个代表说，我们社区，尤其我们在卫武营旁边最重要的一个我们的迷迷村啊，已经成为我们高雄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或者社区总体营造的一个典范。那不只说有国际的我们的好朋友，台湾的我们的很多的街头艺术家，大家共同来这里创作，不仅把美丽留下。更把对高雄的感情留在这里，所以我要代表市民朋友，感谢所有我们在这里共同创作、共同书写我们高雄历史的我们这些艺术家，是不是？最热烈来谢谢，好不好？来，我们掌声，好，谢谢。那街头的我们街舞的比赛也比过去来的更精彩，哦。去年200多队，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啊，那明年啊，我们不是街头艺术节，就不是只有我们的街头的装置艺术啊，街舞当然也是街头艺术的一部分，所以明年啊，这个区长啊，明年的街舞的比赛是国际杯，好不好？好，我们要邀请国际上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共同来这里见证。我们高雄的美丽，那真的要非常感谢很多的赞助单位啊，包括我们黄主委啊，还有我们的李副厂长啊，很多，还有刚刚有看到咱刚高雄咱的林主委也到现场啊，他都出钱出力啊，那我相信有大家居民大家共同在这里经营啊，真的是让我们高雄比以前更美丽、更不一样。那尤其我也指派我们陈区长，
要把咪咪村的经验推动到其他的地区，所以我们在绿园道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有100多个街头的艺术也好或者是这个壁画也好，让我们高雄这个我脸书最近被按赞最多的我们咪咪村这里啊，这个代表说大家逐渐的把这里当成不仅是打卡的圣地，朝圣的圣地那更是我们在这里来这里非常轻松自在的享受我们咪咪村所有市民朋友大家高雄人的热情所以真的是很不简单，一年半的比一年更大那我要真的代表市政府要感谢我们陈里长陈区长还有邱里长，还有我们社区所有的好朋友真的大家给他们拍拍手我们自己鼓励一下。好，谢谢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共同的与会，那我也相信我们高雄最近包括5月天在跨年也要来我们高雄，那台积电也要来我们高雄投资设厂那我们城市加速的转型，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有我们的整个城市的建设我们也同步的加速的推动，所以在这里还要再一次的谢谢所有今天表演的团体，所有的艺术家留下最美丽的高雄跟大家共同分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妈妈市长带着高雄大步迈向前，这是真的要请市长先留步了，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正化的仪式。正化。郭老师生于台南市，从年轻到退休都从事于油漆彩绘的工程。好，我们请议员也上来，为他们打下专业职人的深厚功底。50岁后的他，学习正规的绘画技巧。好，谢谢议员。终于让他在常年的投入油漆工艺蜕变而出。好，接下来我们倒数3秒钟，我们就要揭开我们的红布让大家亲眼目睹这个非常有名的画作。来，准备喽，3、2、1，来，请揭布。哇，各位给我掌声鼓励好吗？我们郭老师专门画玉山哈。他画的玉山是惟妙惟肖，那又多加了一对伶牙。好，谢谢，谢谢郭老师。市长，还有委员，各位长官，大家好，很荣幸今天来到这边。53年前，我在这边甲公文车伫咧干妈店咧散会，今仔日煞来遮咧讲，煞有一百度，而且有一点仔是做会歹。这幅图是叫做羚羊廖玉山，玉山是咱台湾上高的高峰，内面有两只咱台湾上珍贵的羚羊，叫阮的秘书长给我号一个名，叫羚羊廖玉山，高雄要第一，谢谢。谢谢郭老师，谢谢。那我们请市长还有郭老师以及所有的贵宾先回座。各位，今天呢我们的元素满满了，就像我呢叫郭梅君。那今天呢，接下来这一部分呢是我们在艺术节里面的首创，也就是呢我们会有进行一个 PK 赛。这一次呢不再是街舞，而是呢令人期待的这个涂鸦。然后呢，等一下我们会邀请8位的参赛者。We'd like to invite our painters, our artists, please come up stage. 我们现在用热烈的掌声，来自台湾，还有来自于西班牙，还有来自于美国的这一个艺术家，他们呢将进行我们的这一个涂鸦的这个 PK 赛，非常非常的刺激，而且呢他们只有8分钟。那就像这个今年我们的高雄羚雅国际建筑艺术节一样，它呢能让我们的现场的民众能够能感受到在这边原来涂鸦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社区，还有呢我们高雄市，也因为呢这样子的这个彩绘变成是举世闻名，全国皆知，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今天呢
有八分钟的时间，让他们呢来进行这一个非常刺激的这一个街头的这一个PK 赛。好，比赛。那让我呢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参赛者。好的，首先呢，我们的参赛者有来自于高雄的 Y， 可不可以请 Y 跟我们大家挥手？哇 ！This is our first competitor Y， and he is from Taiwan. OK。接下来呢，我们的第二位参赛者是 Peter。首先呢，我们的第一个
这个评审就是刚才献画的郭金阳，郭金阳大师啊，请跟我们的观众挥挥手，谢谢您。接着呢，谢谢您。接着呢，这个第二位哦的这一个评审呢，是我们的插画家林景伦，林景伦，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的这一个插画家。接着呢，还有这个城市速写家。Would you please share with u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Kaohsiung?
I did the 85 building very well, because I grew up here, so I love the urban architecture of Kaohsiung, and yeah, K-Town is where I like to stand in front of. 好，所以呢，他画的呢是85大楼，也是呢我们呢高雄非常象征性的一个建筑。然后呢，他呢其实也是呢在这个高雄，在台湾呢长大的，所以他也觉得呢非常的开心。想到报大楼对他来说，想到高雄，他呢是联想在一起的。那当然，我们呢也要问一下我们在地的这一个高雄的哇，成绩出来了、哦，我们的成绩出来了。对，我们序号已经写上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三名。好，我们要请市长来颁奖。我们有请我们的麦麦市长，大家掌声欢迎麦麦市长。起动的灯柱上哦，请准备哦，五、哦。